魔法 ABC。Yoyoman、KIWI 姐姐，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哪里玩呢？嗯，去郊外走走怎么样？去郊外踏青很好玩呢，可是要准备很多东西，很麻烦哎。哎呦，准备东西这种小事情，交给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喽。那西瓜哥哥，我们可以列一张用品清单，这样子就不会忘记带东西喽。哎呦 ，Yoyoman， 不用了啦，要准备的东西通通都已经记在我的头脑里面喽。真的吗？那就麻烦你喽。OK， 没问题。既然如此的话，明天中午我们就在这里集合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就走喽，记得要来哦。今天要学习的是跟郊游有关的单字，手帕 ，handkerchief， 手帕 ，handkerchief， 水壶 ，water bottle， 水壶 ，water bottle， 伞 ，umbrella， 伞 ，umbrella。走得好累哦，西瓜哥哥，有水可以喝吗？水哦，我来看看喽。我没带。啊，那你有带手帕或是毛巾可以擦汗吗？打雷！哎呦，你该不会也没有带雨伞吧？Yoyoman， 你又猜对了啦！哎呦，雨下好大哦！快下雨了啦！哎呦，西瓜哥哥，那你到底带了什么啊？什么都没带，不过我有这个无敌防水照相机，我们可以来拍照啊！哎呦，我们变成放大机了，还要拍照？我要去躲雨了啦！对对对，Yoyoman，只好拍自己喽。雨好大。拥有 YouTube 有好多精彩的卡通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话，记得赶快按下订阅键，才能看到更多最精彩的卡通哦。除了订阅我们，如果小朋友